最近这不是总有人说最近老拍鱼老拍鱼不拍蚂蚁了吗？来一期蚂蚁的视频啊，这个依旧是那窝哐哐生的啊，发展的都比较好。这个呢是嘎嘎死的，已经看不着卵了。近距离看一下，这是蚁后，长得挺大，体格子干吃饭不干活的，这会儿反正也不咋生了。我估计呀、啊、离灭顿不太远了。你再瞅这哐哐生这窝，一天天的小虫子，人家乐意生我就咔咔给，这个卵啥的也比较让人满意。还有就是这窝裂连猛蚁，剩下最后两个幸存者，其他的那40来个成员已经尸骨未寒了。这会儿你别说头七百天了，周年我估计都过完了，太难养了。